是超级同学会，马上进行我们的招牌单元超级明星脸。过去的明星脸呢，是用明信片寄信、贴邮票报名，现在都是用 email 或是脸书啊，对，所以现在赶快报名，太容易了，很方便，欢迎赶快推荐一下。而且我们最近啊，因为主持这个单元，我跟朋友出去，只要看到很像的人，都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你要不要来参加？”对对对，啊，确实发现说，真的有很多新一代的明星脸是以前来不及看到的。是。好，今天要介绍两位评审，他们也都是演艺圈的中间分子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中间分子来吗？哦，因为他知道一些资深的，对，也知道一些新进的，没错。好，欢迎这两位，柯以柔、施易南。优先啊，柯以柔最近过得好吧？还不错哦，加油加油哦，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啊，那啦，对不对？看到你一根起来就过啊，那样啊。柯以柔也是当时是因为在卖水果出道，是，他也蛮神奇的，他也来上过当时的明星啊，对对对对。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才想说，天哪，当年我19。现在我39，哇，20年前了，真的整整20年，对。当时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像谁？徐怀钰。徐怀钰。其实回想起来，真的觉得很紧张，你知道，因为他本人有来现场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当时是有跟本尊面对面，然后一起跳。但是柯以柔确实当时有一点神似，慢慢也走出自己的味道。欢迎你来，好。谢谢。另外一个出道的时候也是比赛出来的，对，我是南哥小虎队第三代，小虎队，小虎队有师弟，你们是我师兄啊，我们是师兄嘛。对，然后现在的阿南哥不是歌手，也不只是演员，他还是一位甜点大师傅，哇，马卡龙王子，对对，最近出了这个明明有点甜哦，那个书叫明明有点甜，其实也是有点想念妈妈的，对对，里面就是有做我最爱的人跟有我最爱的事情，这是三个颜色。三色又漂亮，感觉又好吃，哎，这感觉做了可以送礼的，所以大家要捧场一下，你也可以自己做，那你就不用再买他做的，就你买一本书，你就不用再买他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入座，谢谢。今天两位来呢，希望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最专业的判断，因为有奖金哦，奖金一把抓。第一位，欢迎他登场，欢迎我们的一号许一儿，23岁，桃园人。耶！哇，感觉是个小美女哦。这边请，这边请，小心小心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好。一儿，好可爱的名字哈，是本名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有艺名呢，你看，一儿。那我们看看，哎，你像谁啊？大家都说我像王宇杰。哦，看一下照片，王宇杰就是个美人胚子，八点档的女神，妈妈也是个美人胚子，女神级的哈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她的照片哈。好，两位先看一下照片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张照片让人家没有办法专注在她的脸上面哦。哎喂喂。明星脸就是看脸呢，好，起码我觉得他也有明星的气质。你是主播吗？还是什么小模之类的？是不是你本身在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？我是平面模特，就是model，商业摄影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看本人了。好，好，来喽，王宇杰，明星脸，3、2、1。我们好像在哪里碰过？那个网络温度计。哦，以前我跟嘟嘟做了一个节目，上过焦哥的节目。对，先跟大家分享，被错认的经验。就是有一次我在开车，就是那边不能左转，然后最后不巧就碰到警察，然后我就把车窗摇下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王宇杰吗？”警察先生都，人民保姆都认错。哇，对啊，我你怎么回答？这是关键的。对，没有，我当然说不是啊。对啊，那把他单照开咯。没有，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然后就让我过。哇，我们的女生以后大家一摇下来说我是王宇杰啊，都赖在人家身上。两位这个评审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这位姑娘？她的本人比照片更像，
因为他的眼睛轮廓比较深，所以跟王宇杰一样，眼睛就是眼睛会看前面，眼睛很像，很勾人，眼睛很圆，对，评价很高哦，不错。以柔呢？我看你一直在瞪他，没有瓦行，阿是瓦行呢，阿瓦睡瓦睡，我一节嘛睡鬼呢，我买。我那时候真的拿蛮高分的，我那时候拿了92分，真的，而且以前是有那个就是你知道全场观众投票的，对对，所以那时候算拿很高分。哎呦，阿不就很厉害。没有，但是他今天居然再厉害，也没有全场观众投票，高兴太早。他在示威他的侧面其实神韵真的很像侧面吗？我觉得他侧面很像有像哦，有像。对，但是呢。光像不行，我们这里要因为有奖金嘛。对，如果有一些加分题啦，有一些才艺的演出啦，模特摆 pose 是最厉害嘛，你可以连十几年拍、啊、可以吗？或者是表演什么？我今天要跳舞。那有什么样的音乐搭配？你有自己带来，还是我们阿咪老师现场伴奏就可以？有，我有带来。人家有带 CD 啦。OK， 来来来，对呀，真是。好，我们欢迎一号选手，请就位。像王宇杰的许一儿将带来火辣的性感舞蹈。非常漂亮，很非常自然漂亮啊，有小小性感。有没有考虑学甜点呢？对啊，马卡龙啊，喜欢马卡龙，咸派啊。你有开课吗？有，而且我上课我会一边跳舞一边唱歌。哦，那不要去哦。哇，不忧不忧。你们是以后再说，我们先来干正经事儿。那请评审帮我们一儿先评个分啦。第一个压力最大哦。会变成后面的对照组哦。好，两位评审老师一到十分分别给多少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牌。哦，七分、九分、六分，谢谢，是一南哥的菜，是南哥给很高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像，而且他的眼睛都一直在放电。你是被电到了吧？所以待会比他像的都要变十分哦。对啊，你等一下，这个 range 没有空间嘞。对啊。好，我们留一点空间，七分九分，表示后面还有机会努力。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请入座，依然好漂亮。接下来紧张了，第一位就这么厉害，第二位是。第二位。来，我们欢迎二号赖柔甫，25岁，台北人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赖柔甫，朋友都说。我是有点天马行空的人，然后我很爱谈恋爱，很爱谈恋爱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那你25岁一共谈了多少次的恋爱了？差不多20几次。哇，这是很多月抛是不是？最长的恋情大概有多久？最长的大概1年半左右。一年半。那最短的呢？最短的两天，两周，大概4天，又4天多，4天多就拆了。但我平常就是喜欢写歌创作，我还有创作，那才华很多。感情是他的灵感来源。那聊了半天，你到底像谁啦？大家说你像谁？说我像就是肥胖版的邵雨薇，自己说肥胖版。先看正常版的邵雨薇照片。邵雨薇真的很瘦，超级瘦，她那个腰不止 A4 腰的，更小嘞。哦，啊3:8，但是就睡也比例很好。那我们来看看肥胖版的照片喽。16:9的邵雨薇，打好安全针，我好紧张哦。其实有有一点神韵哎。如果雨薇稍微再其实也对，再过个10年，雨薇应该也有没有到肥胖版了？你就是比较可爱的、圆润的可爱版。就感觉年纪比较小的更小一点哦，可爱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肉肉版的邵雨薇哦，3、2、1，真的有像哎，有，邵雨薇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啊，对对对，来来，你稍微正面来一下，好，然后再来侧面看一下，侧面，很可爱啊，真的是圆润圆润的，对对对，胶原蛋白很丰富，没错没错没错，那也没有遇到困扰，像邵雨薇她现在这么红，对不对？女一号又是歌星，
有没有遇到什么困扰或追求？真的有，因为少宇我也很漂亮，然后又很瘦，每次都会被我朋友或是被我妈妈说，你真的赶快减肥，你太胖了，你这样子，对、啊。对不要这样伤害人家少女的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很坦诚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小胖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像胖版的少宇威的？他叫胖宇威了。怎么叫胖宇威？就我有一次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他的剧照，然后我就把它换成我的 Facebook 大头贴，然后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发现，以为是你的照片，以为是我去拍沙龙照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对，连朋友都认不出来。对对对，他就这一组照片蛮漂亮。那路人有没有认错过你？之前有一次跟朋友在就是串烧店吃饭，然后有一个男的他就走过来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朋友都说我长得很像张力昂，你长得那么像邵雨薇，我们要不要喝一杯？啊，对啊，张力昂跟邵雨薇一起拍戏啊。哦，有，而且有传过嘛，有意思的、哦、但他长得比较像张立东。所以你就拒绝了他的邀约，对不对？所以没办法，躺着也中枪。但是我必须说，真的有些角度蛮像，蛮像的。他越看越像，神韵。那不管像不像，都是个美人胚子、啊，跟我们伊儿一样。今天都是美女，好难选啊！刚刚他有跳舞，跳舞跳得还蛮好，你在后面没看到、哦。你不能只聊。我刚刚我听说他有参加过《森林之歌》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说他私底下会创作歌曲，对对对，他有比赛过。对，我平常就是在写歌创作、谈恋爱，写歌创作、谈恋爱这样。哎，跟我差不多哎。你不止吧？你还有写歌、唱歌、拍比基尼，写歌、唱歌、拍比基尼。对对对。你哎哎，好吧，今天来呢，你刚刚讲了那么多，你要是不唱一首，我们就觉得可惜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带来就是我的自创曲，叫做《盛夏》，是写给我的初恋的。盛夏，欢迎赖小姐。抓不住夏天的尾巴，那只用抗接的猫慵懒躺下，对街飘来浓浓咖啡香，公园里的孩子不多话，熙来攘往人啊，搞不着一方阳光没精神的模样，不想离开仓促的盛夏，有人是最享受的遐想，绚烂火花让人神清气爽，同时融化好像几点钟进入烟花，我们拿着扇子在那凉，美酒的冰凉让人透彻清爽，是融化。哇，好听耶，好清新哦。你其实这个应该先签个版权，然后把歌卖给邵雨薇。是哇，这就好，这歌也适合啊。对，也蛮适合他，蛮适合他。他其实一开口还蛮让人惊艳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站上舞台要能够台风很稳健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真的。对，然后他的声音一出来是很清新的那种感觉，清亮的。对，很清亮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这首歌的旋律还蛮朗朗上口的，会让人家很忍不住身体想要对。就记得广告歌，很棒，很年轻，很样。阿南觉得，阿南哥，我觉得他一开口真的加了更多分，因为他的声音很好听。来给分，给分，好的，两位老师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17分，哇，8分9分哦，小赢一分，多了乙游的1分。对，乙游不要生气，不要走人哈、哦。嗯，啊、哦，再做一下，再做一下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今天来不是只是为了奖金嘛、啊，就跟观众朋友认识一下，将来搞不好当大明星，嗯、或是当一个大的音乐人。好，祝福你，谢谢，谢谢刘虎，好可爱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。好，马上欢迎我们的3号刘凯宾，24岁，新北人。欢迎。好，帅哥来了。感觉是个型男。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刘凯宾。对，我是那个刘，叫刘凯宾。那我就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是
常就是在沙龙上班这样子。那就是有同事啊，跟那个店里的常客，就是他们就说我就是很像某位明星这样。哦，是客人发现的哦。对，那您像到底像谁？可以先告诉我们。好，那我像那个唱跳那个歌手钟汉良。哦。哦很帅，看一下钟汉良，小太阳，小太阳，这个是算我们同期的嘛？我们那个年代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时候阿南高中年代，阿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钟汉良，没有啦，同期啦，就我们瘦瘦高高的啊，你不把他当敌人，没有放在眼里，为什么要把他当敌人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算是从香港被台湾的经纪人挖掘，在台湾成名的香港人，是啊，然后我还有写歌给他过，但是所以我对他很了解，我们看一下你的照片好不好？好，换我行吗？哎、欸，除了发型、发色之外，不一样以外，这个也是属于胖版的钟汉良，应该是发型，不是因为他两颊比较肉啦，你两颊比较肉，比较肉，因为汉良脸比较长，对比较窄，对，这个汉良因为是两岸的巨星，你看他就有那个爱心，手像盘形，手指爱心，啊，这个腰包就是比较。local 感觉要去收账的那种，收账被修小。你不要对素人那么严苛。不是啊，因为哎，寄来照片很重要。哦，要模仿。对，你要挑照片来报名很重要。对，不然我们在第一关就刷掉。对呀，那就忘了，对不对？好险你进入第二关了哈！来喽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有像？有没有像？柯文哲相似度百分百，无厘头说话也一样。政治人物来，等一下让市长是最后一名，这样子很难看。哦，他真的没有在模仿吗？你输了你就回台南就好了。没错没错。不对啊不对啊，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选台南市长。哦哟，三二一。这个是吴学慧，倒数三秒，三二一，有像有没有像？像什么？有没有像？这个笑容，十六七岁就是长这样子 Q 版的可爱的笑容，就是长这样子。Q 版的钟汉良，哦，可爱哈，可爱。刚出道，刚出道，就 Q 版很嫩的感觉。你们刚那个照片应该拿钟汉良刚出道的啊，不应该拿现在那个巨星感觉。现在都已经稍微侧面点来看，有 got it， 稍微侧面点看，你看，因为他的下唇也是这样。他下唇有一种弧度，这样。你现在是有故意模仿他的表情吗？没有，就是自然。他平常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有没有什么好处或坏处呢？像 Wallace， 像钟汉良，就是可能平常客人就是那个洗头的常客嘛，那他就说，哎。他就觉得我很像钟汉良之后呢，他就常常来客那个店里，到店里服那个消费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我点那个叫那个像小太阳的那位，哦，对，被点台了，就是会常常会就是被指定被老点，可是这很长辈缘会很好，对，长辈缘好，对，或者是异性缘也好，没有，因为那是。我们那年代，所以点他应该都是姐姐啊。对，姐姐，姐姐有道理。那两位评审怎么样？很可爱，对，很 Q 版的钟汉良。你的心情跟表情跟刚刚两个完全对啊，臭干练的。哇，男生呢，开心哦。来来按摩，你一定会按摩，对对，可以可以，真的加分加分。哪边需要加强？来来，肩膀今天放松一下，洗头之前都要的。你们力道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可以。哇，那现在就是帮你做一个肩颈的按摩。哦，很舒服哎。找话聊，找话聊。一直眼睛很想闭起来。好。那你们平常会跟客人要一直聊天吗？会，就是可能哎，今天最近怎么看起来好像特别累啊，肩膀很紧啊。哦，很舒服。姐姐一直哦，姐姐一直哦，好想。有没有哪边需要加强的？哦，这样可以。全身。好，那你躺下。可以按下面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再往下一点。喂喂喂！你看他是不是跟刚刚两个女生的时候？真的。柯以柔真的就是完全，对不对？一儿差别待遇的，参与度不一样。男生是不是也很想按？刚刚话很少，现在话很多。刚刚是。就是优于他，现在然后平均 balance 一下。好啦，两位评审看得差不多了，要给分了，要给分了，这个很紧张，好期待柯以柔的表现呢。我是觉得阿南哥可能突然分数会往下降，对，他可能会差比较多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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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压力好大，公正哦，准备好了吗？三，一，来，请给分，请给分。7分、8分、15分、15分，
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凯斯，帅帅帅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第四号。好，让我们欢迎四号叶青伶，60岁，台南人。他已经走到了，老师可以了，可以，他到了。阿北来啊！不是，哇，你阿伟，我前奏才下去你就上来了，大哥等不及了。我一开始可能讲四号他就出来了，健步如飞。请自我介绍，我叫叶青伶，从台南来的。哎呦，欢迎大哥，欢迎大哥。啊，你像谁？柯B，柯文哲。柯市长。我都觉得今天好像来错了，为什么？都综艺咖来才对，没有啦，什么政治人物我们也很欢迎呢。请个政治人物来，等一下让市长是最后一名，这样子很难看。他真的没有在模仿吗？他还有压力，还是蛮犀利的哦，蛮犀利，跟柯B一样犀利哦。对呀，没关系，我们是友谊赛啦。啊，反正你住台南，台北他也管不到你嘛，你输了你就回台南就好了。没错没错，不对啊不对啊，认识我的人都叫我选台南市长。哎呦，柯B到台南当市长，我觉得他说没有在模仿，跟好像，很像哎，那个逻辑啊，那个讲话蛮像的，对对啊。阿伯来跨几的秀一下吧，来台南柯B，哎呦。很像，我的妈咪呀，超像！各位，我们要欢迎这位60岁的台南柯P哦，不要只讲我年龄了哦，好，来，年纪里面有一个六的这位，被 Q 了，叶青伶大哥，好了，叶大哥，我们欢迎这位50几年次的，欢迎3、2、1。这是啊，这个是蓝美，这个是真的有哎，这个不要问我选不选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，那你这个是，先来聊聊被认错的过程或经验好不好？第一次哈，应该是他刚选上市长没多久，那我也不认识他，有一次我们社区要去旅行，2台车，啊，就有一个人看到我就忽然就跳开了，柯文哲，我想还是看到鬼呢。然后他在车上就大肆宣传了。哦，那去买东西打折也没有。你从事的行业是什么？买东西哦。哦，来，我先回答谁的？我都可以。哎，你讲话这个好像。好，这个买东西，买东西一进去的时候，就那些小女生就在那边。指指点点，然后买完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刷卡签名。你怎么不姓柯呢？终于发现了，搞错人了，误会一场。然后就会过来，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照相？啊，合照啊，你会拍吗？可以啊，拍完了他就会说，我要带回去骗我妹妹，说我跟柯B照相。妈妈就说我要骗我女儿。啊，我有跟柯B照相哦，这个是为了模仿柯B才戴的啊。你本人也喜欢戴这个哦？柯B也是啊，因为我跟他年纪差不多，一样哦。他属猪，我也属猪，习惯。我大他5个月，所以我不是学他，我们两个动作都一样，刚好是一样，几乎都一模一样啊。可是衣服也都是你平常穿的。我比较不穿衬衫，我穿 polo 衫，可是我大概这一身也都是穿白色的。真的蛮像。对，尤其他笑起来，你看，对呀，笑起来，笑的方式也一样，就很。那你就再做个伤脑筋给我看一下。好像，好像，好像。好，现在开始投票啦。两位老师，请给分。3，哎，急什么？那么急，太急了。可以容易看到男人就很急了。哪有？这已经叫爸爸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好，3、2、1。99。目前最高分哦。哇，这个分数是目前最高分。18分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他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啦。对。好了，接下来下一位是谁？下一位欢迎到我们的5号 Erica， 23岁，香港人。欢迎，香港的朋友。香港的，哎呦。欢迎 Erica。
好，香港人啊，高挑的美女，对啊，香港来的朋友。那我们要展现我们粤语的一面了。好，来说吧。你怎么一看到美女，衣服就脱下来了？好热，我热呀，我而家好热喎，系咪系热啊？系啦，要讲广东话，我嘛背书呢啊。哦，你讲啊。浅小心车门蟹，站系金身嘴啊。侧天失讲啊。你听唔识讲啊？睇睇啦。睇睇啦，大佬。好啊。要讲多久啦？让他自我介绍一下。是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a， 我是香港人。是，好，那你有没有被说像谁？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张柏芝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潘基。施一男又醒了，真的，又是个美女。想说来了两个男的都。今天王宇杰什么一路美到底耶？真的，太漂亮了。那我们先看张柏芝的照片，哇，美女啊，真的。当年是小林青霞，就是美啊。张柏芝就是美哈，就是美。来看看这位香港来的 Erica。哎呦，这角度还旁边是他吗？角度这么像。照片我还想说旁边那个是张柏芝，好像有点混血的感觉。对，有这个脸太斜了，这样看是吗？有法国血统，有法国血统，真的有法国血统。张柏芝也是混血啊，张柏芝也是混血，他有外国血统是吗？是吗？他是混哪里？他是混什么？英国，英国，你是法国，哇，哎，这英法联军哦。你下次可不可以带一些正一点的照片来？因为所有不够正，全台湾观众现在都这样。对。然后不谢不谢，哎，也有一点点谢经验的，都是女神啊，好紧张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观众朋友来哦，香港来的朋友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，有，张柏芝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金曲歌王力友王大驾光临，连背影都超级像，像力友王。你像利友啊，利友哎，金曲歌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利友，头发也是短短的哦，他背面也太像了，一模一样啊。那现在看一下这位新洛子庸的照片，子庸的照片，哦，超级像的啊，有，来看本人，三、二、一，镜头很像，镜头很像，哇，利友王就是他，恭喜同学会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，有张柏芝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是是是，雷猴雷猴，哇，猴雷猴。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台北呢？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跟香港很像，就都是一个国际大都市，然后大家的文化还有那个风情都很像，对啊，就大家都很讲礼貌啊，然后又很接受外来的文化，欢迎欢迎，很漂亮，我看得目不转睛，真的太美了，太美了。真的美了，就是先不管他像不像谁，他自己就可以出来当明星了。真的，他看起来好挺哦。现在从事的工作跟他应该已经是明星了吧？是吗？我现在是一个广告的模特，就是上电视广告那个，然后还有就平面模特。那第一个发现你像张柏芝的是谁？其实是仙妈妈，因为妈妈本身有像。仙妈妈是姓仙的，最先是妈妈发现，是先先长得像，然后他身边的朋友就觉得，哎，你。所以妈妈也像啊，对，妈妈是混血，妈妈说妈妈也像，是说先妈妈被发现长得像，然后发现女儿也像，对。哎，今天如果失败了，下礼拜换妈妈来像。对，那你被发现之后，一定也是很多苍蝇蚊子就来。对呀，美女，有没有那种说我长得像谢霆锋，可以跟你喝一杯？贵铁胆机。有人是说张力扬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没有搭讪的这种情形？有没有？我就是一般来说，香港的认识张柏芝会比较多，然后所以一般我去买东西，例如我去买洗发水，然后说，哎，你长得好像张柏芝，然后我就送那个护发乳啊，身体乳，流物啊，什么都就一系列给你。他说你要好好保养哦，我很喜欢张柏芝的，就是会这样子讲，对对对，爱屋及乌的粉丝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打折，对，就是吃。饭去那个
个酒楼就会打折，好有打折哇，好好，哇，这是赚到了。避风塘炒蟹叫一只来两只这样子哦。听说今天还有带礼物来哦。您的加分才艺是什么呀？加分才艺，我首先要先说明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个节目为了公平公正，都不会告诉我们评审的名字。对对对。然后所以我就特别用我毕生学来的台语，想对评审说，柯小姐，你真水。哇，好可爱。对啊，施先生，你真缘投。你真缘投。对，个性好活泼。而且他真的多才多艺。他跟二号一定可以做好朋友，都好爱聊天呢。我也很，他们可能刚刚已经聊很久了。对。现在叫第二个是你的才艺，请问你要展现什么加分题？我想展现送给你们的画像。这个真的很感人。对对。那我就帮你打开来了。你画的？画我们的。我画的。哇。哇塞！哇，好有才华！雨山、好我、亮哥、亮哥，这个是那个泰国人吧？像，是不错，这两天神韵都有抓到。对啊，厉害，太够了，太够了！这真的是太棒的加分题了，真香哦！因为你说送包子那种吃完都拉掉了嘛，是是是，这个我们可以留一辈子的。对呀，先把它收起来，这个好珍贵，好珍贵哦！花不少时间吧？要花多久啊？这个我大概用了三天三夜吧。哇，对，都很用心。谢谢。啊，这个 I want to， 一点都不会累。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，现在的心情轻的好像可以飞。完全都不会累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对，只有你不累而已，都累了。慢慢大家发现我们的个性，雨山是男人婆，对，那这个 LB 爱唱歌，对，实在是太可爱。先不管说像不像，今天每一位大家个性都非常的好。我们台湾有很多善良的人，没想到今天还来一个香港的朋友，是，怎么给分呢？好难哦。来吧，我们后面还有，下岗下岗下，后面还有哦，来哦，后面还有，好，南哥加油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给分，好。九九，好像跟我们柯P是同分哦。哇，这个竞争很激烈了哈。谢谢你来，希望你在台湾工作开心哦。谢谢你爱台湾，谢谢谢谢。好感动。下一位不知道会又是什么局面。哇，好期待。是。好的，让我们欢迎六号杨小莹，42岁，新竹人，欢迎。欢迎，好，也是个美人的感觉。小莹，先自我介绍，来，请说。焦哥还有亮哥两位美丽的主持人以及评审，还有现场的观众，大家好。好，你好，口才非常的好。对，这个感觉好像有在做一些说话的工作。有吗？你有在主持什么婚礼还是什么的吗？对，我有在主持婚礼，我叫杨小莹。重点是你像谁？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李千娜。哦，真的吗？最近在跟千娜拍戏，应该可以做一个很近距离的判断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来看千娜的照片。哎，好可爱哦！这是千娜吗？千娜比较早期的，你们也千娜也，现在的造型比较不一样，那时候刘海比较厚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位。哦，有神，笑起来有像。有笑，笑起来好可爱哦！月亮眼睛，月亮眼，没错。好，来，我们要看本人喽，到底像不像啊？金马奖得主哦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千面歌友李千娜，哎，有像哎，小颜笑容，哎，笑容真的有像，童颜笑容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。你在什么时候被发现像千娜的？大概在3年多前婚礼主持的时候，是新人说，哎，你长得很像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很像那个。我说什么？李千娜。我说是韩星吗？你当时不认识，当时不认识，像韩星。对，当时还不认识千娜。对，后来呢？后来就回家，就是跟先生讨论，然后上网查，然后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千娜是会演戏又会唱歌，对，所以全家就变成她的粉丝。还会写歌，还会哦，这个还会主持，什么都会的，真的，金钟金马都是影后的啊。她也是镜头脸啦，因为她镜头上真的很像，哦，像，你看镜头上很像。哦，千娜哎，千娜晒黑了哦，千娜，暑假要带
孩子出去玩，你已经是妈妈了哦。是是是，很像千娜的姐姐了，对对对，职业妇女。真的，荧幕上很像。那个是女儿吗？哪个是你？哦，那个是你家人吗？那边。那那个男生是？男生一个路边的，不是，是先生啦。你怎么这样子对老公？全家出动，全家出动，全家出动哈！但是很抱歉，要加分题，今天晋升好激烈。是是是是。您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暑假在带小朋友，可能比较没有时间，我就准备了我们杏仁瓦片酥，给我们现场评审还有主持人来品尝一下。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！今天的评审有一个是会吓的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在后面听到，我就想说，哎呀，那我还要不要拿出来？如果给一般我们吃哦，吃很高兴就 OK 了。是，啊，那个食谱里面有这个吗？有一个高手哎，这种你会做吗？这个很简单，但是要做越简单的东西越来，我们它很简单，只是它比较花时间。我好喜欢吃这个，这叫什么？核桃杏仁杏仁瓦片，杏仁瓦片酥。对对，这个也做了三天三夜，好吃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你也三天三夜，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，我都在做瓦片酥，真的香，好吃。但是因为已经有专家了，是是是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好吃，而且它没有就是软掉，对，它没有受潮，没有受潮，没有受潮，很脆的感觉，而且它的厚薄度差刚好，刚好哈，对，不会太厚。今天呢，这个真的竞争很激烈，对，让两位老师头痛了。施一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像吗？有感觉吗？我觉得还有他那个耳朵啊。耳朵，对，千娜的耳朵有一点，对，她耳朵是也是小精灵，千娜也是吗？是，千娜也是，一模一样吗？对，她一出来的时候，她马上说她耳朵跟她好像，所以他们都有演魔戒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喂，那你觉得呢？李柔，就是真的是笑起来那个眼睛的那个弯弯的角度感觉很像，然后她的才艺很加分，真的，就会觉得我好多才多艺哦。对对对，好，现在要开始给分了，给分了哦，来吧，来吧，三。二一，请给分。17分也是非常高的分数。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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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莹，小莹很优秀啊。好啦，各位要到最后一位了，那如同刚刚讲的，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嗯，哎，放压轴一定更厉害。好好好，好，让我们欢迎7号骆子庸，25岁新竹人。耶。招牌的毛巾，这太明显了吧！小哥，你看一下这外表，刚刚是刮的吗？背影超像的，应该是唱嘻哈的。背影就是本人了。请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骆子庸，今年25岁，来自新竹。嗯，那你大家都说，对，像力友王。你像力友王，力友哎，金曲奖的这个歌王啊，今年的歌王力友王哈，先看力友王的这个造型，平头，他跟背面就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啊，走路样背面来先看一下背面，背面超像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力友，头发也是短短的哦，他背面也太像，一模一样啊。那现在看一下这位新骆子庸的照片，子庸的照片，哦，超级像的啊，有。哦，就是同一个人呢，对啊，他只是可能胖一点，瘦一个有化妆，一个没化妆啊。本人更像，很像。好，来一杯，来看本人。3、2、1，镜头很像，镜头很像。哇，力友王就是他，笑起来很像，笑起来很像，多了一些胡子在上面，就对。因为力友王连身材看起来都身材快啊，阿弟是。下人发现你姓李友王，阮老爸，阮老爸，啊，你老爸是安怎发现？老爸吗？我在看金曲奖。我本身没有去了解这一块，是，但是我爸爸他有一天就在电视上面看到，他就传赖给我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哎，那个金曲跟我长得像你耶，就这样发现了。你跟你爸讲话，你爸讲话都直接嘛？对，对我跟我爸讲话会比较像兄弟。先问候，互相问候一下，再讲真正要讲的事情。你爸爸先问候他老婆。你爸爸先问候你妈妈，对，因为他老婆。我爸爸先问候我妈妈，我再问候他爸爸，然后才聊到重点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很像电视上的歌王。对。后来你自己去看了，你觉得有像吗？我觉得还蛮像的哦，包含我本身我是热爱环岛的人啊，环保环岛环岛，骑脚踏车还是徒步还是骑机车？骑重机，重机啊，后面都有哈雷，就是重机的挂，重机挂的。我已经环了30圈台湾了，30圈，
最快是几天绕一圈这样子？一天，一天就绕完。你来一天绕台湾，最快13小时哎。你说一天吗？你都没骑了13小时，13小时就一圈。啊，你没忝？我也忝啊，他真的忝，他喜欢就送了。他喜欢啦。他自我挑战他绕了30次，然后大概10几小时绕一圈。对，你看他多无聊。真的，不是每次都十几小时，有时候他会走下来停下来逛一逛，对不对？要看一下台湾的美好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每次都竞速嘛，当然要看一下风景，安全第一嘛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一人问一题。你的头发是特别剪的吗？不是，是当兵退伍之后一直留到现在。哦，所以是真的像地球王一样平头，对不对？不是为了上电视哦，是为了上节目。所以这人生很奇怪哎，就长这样那么快的人就喜欢剃平头，是三分头。没有，洗澡比较快。我本来想说，如果他是为了这个节目，那更加分，就10分了。完蛋了，他回答错了。对，你懂哎。不过我胡子是特别留的。哎呦，本来不留胡子。转得很快哎。那我很好奇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啊？嗯。我本身开的是一间中机馆，你炒鸡哦？你看你是卖零件是不是？没有，就卖车。所以他真的是重机迷耶。是哦。啊，你怎么会认识洋葱？在他们还没出道以前。然后呢？哎，我们同时间在星巴克里面在喝咖啡嘛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聊着聊着就聊开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一样使出我的这个画虎烂的一个招数嘛。哦。就闲聊，对，闲聊就认识了，交朋友了，就很莫名其妙。后来他们就红了呢，这是一个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就像我们现在画虎烂熟了之后，10年后我们还是在一起，不会。因为他应该没有考虑要骑重机，你想太多了，我没办法骑，我卡一下对，我写不了卡重机，手还要这样。好了，接下来要评分了。好，他的才艺就是聊天，所以我们陪他聊比较蛮有趣的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目前呢最高分有两位，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科P啦，4号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博之5号 ，Erica， 两个都是9分加9分，18分。那现在我们先请两位出列，来来来，科P，还有这个冠军候选人博之 ，Erica 跟叶大哥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奇怪的画面。今天我们邀请到张柏芝跟柯市长，还有李友旺来到节目当中。奇怪的组合，三个好像没什么关系。会不会出现都是同灯同分？来了，两位老师，3、2、1，请给分。9分，三个同分哎。怎么办，焦哥？怎么一个人抓一次？真的吗？好大，制作人有没有搞错啊？哎，这一次是真的都很像。我们真的没有开过这种例子，一个人抓一次，真的真的。来上钞票，来。现在顺序呢，分别是猜拳决定的李友王，李友王，然后再是柏芝，再来是柯P。好，好，李友王，你的时间到了，现金一把抓，耶！抓多少都是你的哦，来哦，捞一捞，捞一捞，来这五拿血了不？五宝，有有，好 ，OK， 有没有蓝色？有有，一招，至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2500块钱。是我挂欠啦，挂欠钱的，香港的朋友，对，真的好紧张，帮你瞧一下，帮你瞧一下 ，fighting， 你们要懂得做人，这是搅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，哎，那柯P在后面呢。好啦，来来，知道有就好了啦，有，确认，我把它藏起来了，好嘞 ，Let's go， 现金一把抓，搅拌一下，抓。藏在这边左下角哎，猜到你会躲在那里，怎么会这么刚塞嘞？因为你会觉得人的手进去就这样，所以你把它藏。哇，最懂否人性啊！点解啦？心机咁重，剩下丢2张进去了，买单。一，买单，至少2000了，他2张蓝的嘛。我跟你讲，柯P脸都绿的。5、6，没有那个。哇，买单买单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3300元。哇哇！来来来，收起来收起来，不要被市长拿走。看柯P有没有更厉害。现金一把抓。一把抓。
叶清林大哥，叶批叶批，里面真的还有两张蓝的哦，还有两张。这个加油！哇哇哇！哎，是有一张啦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2300块钱。做都不错，值得恭喜三位。那也要谢谢出书的施逸男阿南哥，谢谢，也谢谢可以喽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更要谢谢所有参赛者哦，谢谢，恭喜你们。